已经1:15了，我们不是约1:00吗？怎么他们都还没来啊？他们该不会忘记了吧？对啊。哇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刚知道内急嘛？什么是内急呀？啊，不是撒尿急呀、啊！不好意思，尿急。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哎，我们来打3×3多人比赛，好不好啊 ？OK 的啦。No problem， 我的英文不错吧？是 No problem 啊。我英文比你好，天，你们两个都半斤八两啊！那我和二毛还有三毛一组。对，可是打斗牛需要6个人呢，而我们只有5个人，该怎么办呢？对啊，该怎么办呢？这时，小花经过球场，听到他们的谈话。Hey everybody， 我可不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呢？不要嘞，你是女生。你这种女生不要跟我们这些男生在一起啊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也想玩啊。我才不要嘞，搞不好你还运动都不会吧？小花你还好吧？没关系，我没事的。小明你不要这样啦，老师不是说过男生与女生只有在生理结构上的不同，在其他能力上是没有一定的限制的啊。可是我还是不想让他加入嘛。可是了啦。好了好了，既然小明都这么说了，就让你加入吧，穿上了。不要这样了，不要这样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啦。你们穿好了吗？还没。再加一下。哦，好。对了，输的那队要不要请客啊？好啊。反正一定是我们赢的。对。这可难说哦。对啊。两队为了争取胜利，都使出浑身解数，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此时比数呈现焦灼，一直缠斗到20:20。两队协议休息2分钟，各自讨论战略。我们两队各休息2分钟，接着开始比赛。好。这次。我靠！你们全进攻，你们球员在手上，加强下得分，我们就能获胜。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？我觉得我们吵死了，老太婆，方法会害死我们的啦。小林，我不能这样，你要尊重小花的意见。现在追求两性平等，加油！所以你要尊重异性的意见啊。好了好了，哨声一响。开始继续比赛，为了守住小龙队最后的进攻，大毛队采取加强防守，大毛紧守小明，二毛守着小龙，三毛则防守小花，形成紧张局面。这时小明利用技巧挡住了大毛与三毛，小龙则趁二毛一不留神将球传给小花，来个龙花连线，让小花投入篮筐，赢了这次。耶！我们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你居然输了！哈哈哈！这早就输了，叫我 New Insanity 吧！哈哈哈！你想当 New Insanity？ 早得很呐，我叫磨磨牙吧。磨牙怎么磨啊？笨蛋！我都已经赢了，不要这样了。居然输了，二毛输的要。好，包在我身上，我请大家喝饮料。走啊走啊走啊！先啦。小花，你不能这样啊！虽然我们赢了，但仍要尊重对手，因为现在是21世纪，追求两性平等啊。哦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二毛，对不起哦，可以原谅我吗？可以。那我的饮料。快点出手哎！叫异性最糟糕，保持礼貌是个宝，两性平等最重要，彼此帮助天天要，互相关怀不可少，两两尊重一定要，真诚对待不能少，友善校园要做好，社会自然的。